这件事故是一部银半连接车，因为装载不稳妥，致使车上的那个太空包掉落在车道上，造成后方一部自小客车刹车不及，撞到该掉落物而肇事，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开罚，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。他如果涉嫌刑法第185条第一项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部分，我们调查后会移送地检署侦办。